欢迎你的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李维峰、嘉轩、彩洁。四号、五号、六号，范江、念峰、李毅、林黛。还有我们今天的村长小赖。Hello， 没错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呢非常的简单哦，就是总共有五回合。那五回合之内呢，如果有猜到咒语的话，狼人就要找先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没有猜到咒语的话呢，好人就要找狼人，两只狼人找到一只就获胜喽。好，好的，没问题的话，请确认角色身份。对，这要怎么？黑夜降临，天亮请醒来。一号，请发问。请问这个东西它是有生命的吗？有生命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请问这个东西有味道吗？有味道吗？无味，无味，无味。请问两个字吗？两个字，不是两个字哦。两个字的三个字吗？三个字也不是三个字，是两个字也不是。请问是四个字吗？是个字。是一个字啊？请问是一个字吗？一个字呀，一个字。一个字的。那请问这个东西有颜色吗？颜色的话，没颜色，没颜色，那就是那个啊，它是无味没颜色水吗？没有色，不是没颜色，哎，有可能哦。请问是水吗？盲猜，盲猜，这里没有味道，没有颜色。水不是水，没盐。这个东西可以吃吗？一个字，这东西可以吃吗？不能吃。你可以，你要不要问一下是不是奶妈？奶妈，奶妈是什么？形容奶妈是不能形容词吗？形容词，形容词，形容词。彩洁，你是谁？形容词，形容词。我已经很久没遇到有形容词，什么不是形容词？是不是啊？他要你零九儿。形容是动词吗？形容词是动词，没颜色，一个字，不是是动词，有可能动词。你是说形容词吗？对，不是，不是形容词。形容词，无色无味，不可能动词啊，没生命。那是动词吗？是动词吗？不是动词，可动啊，可动，可动，所以又可不动喽。可动，可动。可动是什么？可动是什么？就它可能别放在别的地方有不同的感觉。放别的地方，被你讲起来是怪怪，讲起来都觉得很奇怪。没有啊，就你们没有学过中文吗？有些词跟什么拼装就对，它是可以的，它可以切换，然后不能吃那种可动，主要是动，像水就不能动，主要是动，可动，主要是动。我只能透露到这，主要是动。你刚刚是主要是动词，主要大部分是可以当动词的词。室内常见，它是一个室内常见。室内吗？你要问哪一题？它是出现在室内吗？你说这个东西会出现在室内吗？会，会出现在室内。我们这些人有吗？每个人做不同动作。哎呦，犹豫了。这些人有，你说 right now 吗？right now。你说现在这个录影现场，在场的人，此刻 moment 你们没有，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外面的人有喽。什么叫此刻 moment？ 我刚本来想猜屁，可是他有些好像说没有味道。对啊，对，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也不是屎，屁不是动词，屁不是动词，可是那个名词的。我们现在没有在吃东西啊，我们现在可以当动词，没有，你怎么知道没有？你管我？说没有就没有，但他说现场有对不对？现场没有，现场没有，他是一个动作吗？是一个动作吗 ？That's right。哦，它是一个真的吃东西，吃东西吃的刷，我们现在没有刷吗？没有人，你会用刷？刷是个单字，你就出一个刷字，他跟我说刷刷，你出一个刷字吗？不可能，棒举。摇摇，这种它一定就会直接是一个动作啊，
换谁？看你。这个动作，以为这个动作在我们吃饭的时候、吃东西的时候会用到吗？嗯。这个动作在你吃东西的时候会用到吗？我想一下。好，这个动作可不动的是。在你吃东西的时候不会，不会用到。啊，那这东西在跳舞的时候会用到吗？在跳舞的时候，甩。在跳舞的时候，摇甩摇。好，直观的回答，不会。嗯，直观也不会，不想念别人的。哎，可以问说这个动作大或小？可不动。你只能问说是大的吗，或是小的吗？这样是非感觉很抽象。你可以上半身还是下半身？可以主观。上半身，下半身，下半身，上半身吗？你说他主攻上半身吗？主攻，就他这个动作发生是在上半身，还有主攻啊？对，这个动作发生是在上半身，应该是这样。还是村长是吧？哦，哎，对，哎，哇，我很难，我很难归类他哪一身，很难归类，全身都可以，所以是全身性，全身性，全身性，痒。痒，你可能你在问什么？你在问什么？痒是有可能的，可是痒是动词，痒属于的，它是可以是抓抓，是抓痒，是手啊，抓痒，痒因为全身都痒啊。要不然你试试看啊，是痒吗？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能，抓痒的痒，对啊。不是痒哦，不是痒，抓，我想一下。还有什么？全身的动词，我觉得它有一个重点，应该是它大部分是动词，但它有大部分主要是动词，也可以拿来当形容词。形容词还是诗的诗？还是名词？它不是名词。你们又没有问，你们只说它只问形容词跟痛痛痛痛可以痛可以痛很形容吗？痛是没有痛是动词吗？很痛哎。刺啊刺啊刺刺刺可以动词，你们两个去唱装潢好了，刺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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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那就是没有刺的动作，刺，你说刺杀的刺吗？对对对，是刺刺刺刺杀，他们两个好怪，你们两个，我们两个，你要猜痛吗？酸，酸是动词，不是耶，酸不是。往动词，动动动。我刚问上半身可以吗？还是你现在这样问他说，我有在做这个动作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继续这样。有做到这个东西吗？然后鼻孔在哪？很颤吗？对，很颤。又抖又摇，又抖又摇又刺。没有，不是呀，不是抖也不是甩。我刚刚眼睛也不眨，也不撑，也不撑。好细致啊！你要做到水的，鼻孔撑大。好细致，天哪！第四回合哦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！天哪！建议再缩小一点范围。再缩小，我觉得有可能是糖，还是。躺下，因为他说全身呐、啊，我们刚刚说是不是上半身？他说不是。躺是什么意思？躺下来的躺哦。躺哦。还是你现在躺在这边问我们在做？我现在有，我现在有这是，还有这样子眼痛这样子。好忙哦。我蛮想直接猜的，来直接猜。我觉得躺还蛮合理的。躺或跪，对不对？哎，跪，可是跪是下半身啊，其实跪是下半身，他必须是个没有，他可能是个趴，没有，他刚说是无法定义是全，就是是上半身或下半身，所以大部分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全身性的，全身性。我现在感觉起来应该是，好了，我猜痛，请问是痛？痛，痛，好怪哦你，就感觉痛，我刚刚前面都错，他刚刚讲了，对啊，他那边猜筒子筒子，不是筒子。哎，第四回，他在说，在缩小，在说，在说，在缩小。那我们刚刚有念到这个词吗？你说从头到尾吗？一下就没有，谁可以吗？谁知道啊？不是你问这吗？不行，你这问题有点废，你要换一个，这问题太废了。不行，你要再缩小，因为你换一个问，换一个问，还没回答。是躺吗？我知道，不是，
你就一系列讲出一串，然后再问他说：“请问我刚才有讲到吗？”不行，是奥博，是奥博，不行，奥博。啊！但我现在只想要，我觉得要把范围缩小，就是比如可能只在，比如说，不然回家会做没有限定，比如说沙发上可以做吗？或者是床上可以做？是一个人可以做？限定会，两个老妹狗啊！我刚刚想问说，不然你问看这个东西是一个人可以做吗？还是比如说在家里？你会不会叫别人来自己那边拆？不是，因为我没有听到，我刚刚我怕在床上会有吗？在床上做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是在床上做的吗？对啊，是可以在床上做的吗？床上做吗？床上做不行吗？可以在。是什么？你在床上？床上空间就很小。床上空间小，非常大。躺是吗？躺就是躺吗？我觉得躺。因为爱可以是动词名词。然后也是人可以，爱也可以是名字。没有味道，爱或他对爱没有上半身下半身，因为全身性爱，就是因为它是充斥着你的精神性。他可以在床上做爱威，爱威爱呀，爱威太骗了。你说，哎，喂。不是是，你说爱吗？我觉得是爱耶。你觉得是？觉得是爱？我觉得我猜对了，是吗？猜对了。你猜爱？我就说，我觉得他感觉不是哎。爱？不是。等下他是不是懒？床上坐？没有，他是床上敢坐。床上坐？对呀，会爱。躺啦，躺啦，躺啦，直接躺啦。是躺吗？我觉得比较像躺。我也比较躺。床上的。啊。床上可以做到什么？躺一个字。在床上可以做到的事情，一个字，可动可不动，睡啊，趴可动可不动，有这么简单？睡好像，睡好像也可以，也可以，睡是这类的东西都把它问，他可以全身躺，全身睡可以就是睡啊，全身睡啊，全身睡啊，睡哪有下半身？睡，你下半身睡下半身，那你说睡滚，下半身醒了，那是哪里要脸？下半身先开机，好怪啊，我先开下半身睡，因为我原本是想说趴。睡，他应该是上爬。睡好像 O 哎，睡嘞，爬睡，滚，因为睡可以躺，也可以爬。爬算吗？爬不算吧，床上不能爬。而且睡是不能爬的。对，睡啦。床够大就可以爬。我觉得睡或趴都可以。睡或趴，试试。我觉得直接，那就一个一个猜看哦。那我要猜，我现在第四回合。我爱去。第四回合了，我很紧张哎。请问是睡吗？睡吗？睡觉。说 sleeping 的睡。sleeping 的睡。这是睡哎。sleep。难的。可以，狼人请现身，大概就这个范围。谁啊？谁是狼？彩杰两个字，彩杰，你也是，三个字，你也是狼人，三个字，真的是好人。请狼人讲出现身，我觉得他，因为他先讲出躺的。我觉得比较像李毅，因为李毅先把范围缩小，他说是人的行为，然后刚刚讲到关键字睡的时候，他又有一种。已经听到答案，但是又要装作好像不能，这个就是答案，我不能表现出我知道答案的样子，所以他刚刚又在躺跟他又在趴跟睡之间又在犹疑，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像是演的，我觉得是比好像就他吧，我觉得比较像好像睡魔，就直接你自己的主见，你要自己说一说，你的观点，你自己的观点。没有，我们要干扰你，我们只是怕万一。两个字，你说他，你会觉得他的他先讲出躺，就是跟睡比较接近。这也是一个，也是一个点。就马上被自己，可是那个是因为在床上，因为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点，他把他讲出来，他把他归类在沙发或者床，因为他叫他问他床的嘛。哦。所以我就各种我都觉得都很像是他。好，那就五号。好，请决定你们的号码。三一，请举牌。好，谁举剑呢？脑波好弱。一，好，五号。五号，到底是不是？不是先知，游戏结束，天魔法解除。我是要让先知哦。先知是强哦。也不是我，谁？是我耶。好厉害哦，强哦。超
级美，你已经超不一样，超过一切，你们两个超像现实，两个超像现实，超像现实，一直说一直说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是资深艺人呐，对啊，你怎么问题？你是怎么把它归类在沙发跟床上的？因为范围，我告诉你这个游戏，来，我跟大家讲，这游戏就是越说越小，说到不能再说才能猜，记得下一局要这样玩。好的，阿欧狼来了，下次见。好玩呢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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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头很晕。